车儿先生，对，当初看着二先生去，那三先生，对，三先生，就是三个儿子。啊，先生吧，他是个秀才，他在那个时候吧，他这个人是非常有人脉，非常有人气的人。他这个人，比如说是村里有买个房契地契了，红白喜事了，没有结纠纷了，老百姓都。 替他穿面给调节啊，秀才。对，他这个秀才，而且他这个家造的独特，他这个家造，你看他这个木雕是，这个罗河铜虫，这个跟这个喜鹊登妹，还有鹿雕连枝，这是他的木雕。啊，木雕。然后他这个射雕嘞是花片牡丹，代表平安富贵，还有就是祁连松子，代表多子多孙，还有这个。 鸳鸯戏莲花，代表他的爱情甜蜜。这不是，然后你看他这个二先生嘞，他这个人是咱们做了县，有他这个酒坊，有他的田地，他在那里开的酒坊、田地。啊，酒坊。酒坊。而且有他的田地，他这个二先生嘞，他这人是思想比较超前，在就是那个年代吧，他去咱们这个酿酒的动力，后来就是去买就是这个汽车配件的时候，让人给扣押了，扣押了以后回来就是染病，那个时候他这个房都已经打造好了，就断柴火了，所以说他就没有三先生跟二大先生的柴火的好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变了，啊，变了，你看他这个岩壁，他这个岩壁非常就是完整。 而且嘞，就听古人说的时候，就是他这个岩壁，就是在，就是下雨的时候还能发出好听的音乐。啊，这自动就发出来。对，他因为他就是地桩是锥雕的，他这个雨水打了这锥的时候，他会发出叮咚叮咚的那种好听音乐。哦，这是就是这个二先生，他就是那个时候他那在柴火的时候，他就是染病了，染病了就是后来就死于西方。啊，西方染病。所以他就是。 放假早非常好，而且他柴火的没有大先生跟三先生的好，那就是他那个时候就长变了，就长变了也长。后来这不是就是，这就是二先生他这个一生，保存的完好了，这不是他的一生。啊，整个院保存的完好。他的十个儿子都是，没说一切就说是都是干什么都是以西方为主。啊，西方接的棋牌。一切都是这个门儿。哦。都是集中这个四扇门的。嗯。